那今天就要欢迎这个主办单位另外一位重量级的贵宾，他说了算，他说好的话就一定好。希望他说好，希望他说好。来，欢迎这个奇葩大家长，欢迎我们的副总经理管建元，管副总。谢谢管副总。副总好，副总好。请这个麦克风先借给这个我们的管副总，让这个副总可以来代表奇葩双向祝福，对不对？对对对对。那我先站。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快。哎，不会不会。副总您好。各位媒体好，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欢迎的邀请到佑佳来当我们这一次在这个特别日子里面做我们的贵宾。从2007年开始，我个人还有奇葩的所有员工看着佑佳一路的成长，他歌唱，他的青春洋溢南部的孩子到北部来打拼，青春洋溢到他渐渐的沉稳，到他成家立业，然后呢又听到了他的走路圈，实在是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那这样子的日子，怎么能够不邀请他来？真的，真的，这个我完全没有照稿子背，因为我背不下来，对，有点紧张，背不太下来。真的发自内心，真的是有在注意到、关注到他的东西，是，那创作的才华、歌唱的实力，然后因此，我们公司决定送给佑佳一份非常奇妙的大礼，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为了佑佳特制了一份笔膜，那是用传统的笔膜，然后结合佑佳跟他夫人 Q 版的图样，在传统里面结合了一些创新，将这个笔膜送给佑佳做贺礼。那因为他新婚，也是听刚刚已经他已经自己表达，他是目前最幸福的人。没错。那我不是导，不是在那边点头，我是一开始就已经完全无条件的同意了，完全支持，对，所以这份笔膜跟这属于奇华的这份喜悦，能够跟佑佳一起分享他的喜悦。OK， 所以呢，那我才副总先帮你拿下麦克风，谢谢。好的，所以呢，这个特别呢，副总代表这个奇华饼家呢，送上的是这个林佑佳客制化版本 Q 版的中饼饼膜。将这个副总的手上拿的是我们这个可爱的金月喜礼盒，来，两位中间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哦，副总这份礼物真的是太赞了，全世界独一无二。刚刚提到过，是有那个，好，佑佳饼膜，可能秀一下。对，好，来，哦，上面有那个林佑佳跟丁文琪的可爱的 Q 版肖像，超可爱的。好，副总的佑佳中间看一下下。好的，两位的视线慢慢的转向你们的右手边。哇，林佑佳真的是全世界最喜悦的人儿了，以后唱歌都只能够改成舞曲版了，浪费什么都不能再唱了，哦，因为呢太开心了他。而且奇葩饼家对今天又那么大方，说林佑佳的喜饼交给他。真的很好听，是，我相信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他仍然这么年轻，副总也是很可爱哦，真的。OK， 大家拍到照片了吗？再一张，来，哦，一个人是不是？等一下有一个人的照片让大家看。好 ，OK， 好，谢谢。那我们这先谢谢副总，请您先休息一下下。我们这个林佑佳呢，带着这个奇华这次呢所特别送上的一份独一无二的新婚贺礼，来拍拍照。哇，我这个饼哦，压出来的中式大饼一定是超可爱的。来，我们要右手边。你就是另外一只手，另外一只手，这样子，这样子，放大一点，放大一点，这样子，空手的那一只手。你要说什么？左手放空，表达能力有问题。要亲自带着林佑佳的明信片，好。